现在我觉得形势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对你的真心。敏慧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5年了，你还真是一点都没变。这一次又是为了什么？居然连有妇之夫都不放过，还是说为了得到你想要得到，什么人都可以了，就像当年骗我一样。从今以后，我跟你没有任何关系。为什么一定要这样说话呢？既然5年前，你已经给我们的关系画上了句号，让我们放过彼此。 苏甜，你为什么躲着我？我没有，我们已经见过了。我有事，我要走。我这次来就是为了带你去国外的。我答应过你，你忘了？我不想去国外，我现在过得很好。那你为什么着急走啊？因为我不是苏甜，我是敏慧。你好，敏总监。记得我之前说过的话吗？一定要让你为之前程所付出代价。你自己身体什么情况，你自己心里不清楚啊？别人关你久的时候，你就应该不要逞强啊！你怎么样了，欣姐？ 你怎么样了，欣姐？像今天这种情况，绝对不能再发生了。稍有不慎，人就救不回来了。替我挡几杯酒，假装关心我的身体，你以为我就能原谅你当年做的事情吗？你烦不烦啊，欣姐？你打算这辈子你都活在回忆中吗？对，我就是不打算原谅你。只要我不原谅你，你就没办法原谅你自己。行。 我跟你说，你最好一直恨着我。这样你这辈子都没法忘了。天气容易长皱纹，就不美了。谁教你的这套啊？你生日是哪天？你还记得吗？辛总，真巧啊！我们不打扰你了，走，圈圈。孩子生日是哪天？还有半年才是全全4岁生日。我的生日是？你的生日就是半年之后啊！你忘了？也就是说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。 行了吗？我们可以走了吗？护士刚刚说全全需要输血，输血。我不行，我给他输。你不行，我为什么不行？你不行就是不行。告诉护士，给我抽血。我说了你不行，你听不懂。我是在救你。全全说不能输血。你一直在骗我。是，没错，你全全是你儿子，我一直在骗你。那又怎么样了呢？你为什么一定要问呢？为什么一定要弄清楚不能创作不知道吗？那你又为什么要偷偷生下他？可是你明不明白，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，他心里始终会有个缺口。 就是你替代不了的，我不会离开他，我答应过全全，我们三个去做一个属于我们一家三口的蛋糕，好不好？好。感谢你没有放弃他，让我在这个世界上多离了亲。所以你觉得，哪怕你把全全从我身边抢走，也是因为我欠你的，也是我活该，对吗？欣姐，你真的太残忍了，你知道吗？ 我可以接受你恨我，你可以把全部的怒火发泄在我的身上，我全部都接受。但是全全不行，没有人可以从我身边抢走全全，你也不行。我说什么你都不信，但是我还是要说，我不欠你的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当年你躺在病床上，连医生都不知道你能撑多久的时候，是我，是我一直陪在你身边，我每天跟你讲话，我跟你念苏甜的日记，我就是需要你能。 我就是喜欢你能撑下去，可是我醒来没见到你。但是因为你是说的，你说你这辈子你都不要看到我。从今以后，我跟你没有任何关系。滚！我真的挺想问问你的，我对你的感情是真是假，你就真的不知道吗？